妄心啊。所以生命意识心是妄心，生命意识心是妄心啊。所以入佛正见难，也就是说你要入佛正见，要了悟佛的那一颗心。诸位，我们做一个世间的孝子啊，都要体会啊父母的那一颗心啊。我们要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你怎么可以不体会佛的那一颗心？佛的那一颗真心本性啊，不体会你怎么成佛呀？第二，入佛三昧难。一般人都比较流于世俗，也就是说啊，认为我在度众生，事实上是善心杂化，而自己不知道，不知道。诸位，定力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培养的，这个定力必须在二六时中，包括睡梦当中，不会受影响的，那个正念是非常强烈的，二六时中完全如如不动，不取一相，性相不二，体用一如。所以第二个，入佛三昧难。对，通往涅槃，通往无上大不涅槃桥梁是什么？就是佛的三昧，就是正定。没有定，一切免谈。没有定，一切免谈啊。你没有定，就是重复啊。哎，今天心情好的不错，待人处事不错，多念一点佛。明天心情不好了，短他三七二十一啊，对不对啊？就会借着各个理由啊，着重于自己的习气啊，把习气啊当洒脱，把懒惰当自在啊，把错觉当正觉。这个就是没有入佛三昧的，没有入佛三昧就是这样子。哎，把一切的懒惰啊、错误啊，当作是自己啊，啊，是圣人，因此入佛三昧难，也就是定力要培养，修行是点滴的功夫。所以在座诸位啊，你今天要用最快的，刚刚我讲的，说师父，请问最快的修行是什么？最快的修行就是这个，如如不动，不取一相，二六时中，不取一相。人家柏拉图都很会讲了，柏拉图，西方的哲学家，人家柏拉图都会想，一切现象皆是我们的牢狱。哎呀，你看讲得多好啊！他没有空慧的思想，竟然能够讲出这种话。佛教讲离切相即名诸佛，啊，柏拉图说呀，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的牢狱，意思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困住在假象里面了。所以着相修行就百千劫，无相修行就刹那间。我们想要脱离摆脱这个枷锁啊，就一定不能有任何的着相，不能有任何的着相啊。接下来啊，我们呢，如果还没有大悟，当然就必须渐修了。作为无上正等正觉，在佛的角度来讲，有顿悟，有渐修。只要起步就永不闲耻，顿悟就是上根立志的，像六祖那一种的啊，上根立志的一闻千悟，生死就了啊。所以顿悟，那有的就不行了，渐渐的，像在座诸位了，能够啊在佛学院这样念完研究所、研究班，了不得了，要四年了。这已经很了不得了，这个虽然是说还没办法像六祖，但是这个渐渐呢、啊，契入究竟的地方。所以两种都可以达到目的。这佛在经典里面讲，有顿悟啊，有渐修。顿悟的人，那么也是从宿世渐修了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来。那渐修的人不要气馁，如果有一天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刹那之间就顿悟。啊，接下来讲一句哲学的话：伟大的人跟河流一样，迂回而行。迂回而行，为的只是更接近目标。再讲一遍：伟大的人跟河流一样，迂回而行，就是渐修的意思了。
迂回而行，迂回而行，绕道的意思啦。迂回而行，为的只是更接近目标。所以大家鼓励大家不要气馁，没有六祖的那种啊上根顿悟的根气，我们渐渐修，渐渐来。修行是点滴的功夫，慢慢长养圣胎，慢慢的培养啊我们的啊这个根熟，是吧，让他这个根气啊更加的成熟。接下来我们一般人呢对这个念佛啊都有一些误会啊，误会就认为佛来接引，这是完全错误的啊，这是不对的。净土宗里面呢，因为大家经典呢没悟到，没悟到就认为 啊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中的时候，阿弥陀佛已住圣中，现在其前啊，世人纵使心不颠倒，对不对，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诸位，所以很多人都说佛来接引，佛来接引，事实不然啊，不是这个意思啊。你要了解出家众这个不能不了解，任何的诠释都必须通达究竟义，才不会处处起矛盾，才不会在净土中禅宗把它分得很开，然后再来也不晓得这是一家，不知道这个道理，完全不知道。先讲啊，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额极乐。西方是什么意思？哦，西方是表法的。中国人呢啊，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这个啊西方更能够解释啊。一般人的白天忙碌了，晚上休息，所以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从事西方那个是西方是什么意思？就表法的意思，就是放下的人，那个人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可是一般人解读认为真正的把它解释成太阳西下的地方，这个是大错特错了。诸位稍微有一点天文知识的啊，这是太阳，这太阳春天，这地球，太阳在中间，地球对不对，地球自转绕着太阳公转，春天夏秋冬，春天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这对啊。到夏天的时候太阳在地球的南边啊，到秋天的时候太阳在地球的东边啊，你知道吗？到冬天的时候太阳在地球的北边啊。所以要了解究竟义，才不会误导众生。所以西方不是指太阳西下的地方，而是告诉你歇即是菩提，放下的人才接近极乐世界。能放下再放下，彻底放下那颗心来念佛，才能达到真正的极乐世界。这是第一点表法的。再来讲到三生啊，如果西方极乐世界真的阿弥陀来接引你，诸位站在应化身的角度是说得通的，是说得通的。诸位啊，佛有三身，法身、报身跟应化身。果真佛来接引你，那个绝对不是法身。法身从来不生，蓬来不灭，从来不增，也从来不减，法身无相。法身怎么会来接引你呢？报身是对初地菩萨到十地菩萨所示现的千丈庄严的报身，你怎么看得到报身的佛的报身呢？在色究竟天示现报身。那所以 我们今天呢，娑婆世界人才几尺长阿弥陀佛说来接引你，对，那是方便说。接引什么意思？一，你深信切愿，还有行真行，记住深信净土极乐世界，切愿要往生，行十善业，还一心念佛，正行跟住行，这信愿行具足，一心念佛，至诚恳切的念佛。在座诸位，佛并没有来去生灭增减，你一定要弄清楚，是这一念清净至诚恳切求于佛，佛来加倍你，临命终的时候
阿弥陀来接你显现，对，阿弥陀佛来接你显现，不是阿弥陀佛真的有来气生灭增减，阿弥陀佛有真的有来气生灭增减，阿弥陀佛就变成生灭法了。阿弥陀佛啊，是无上正等正觉，佛并没有来气生灭增减，记得是众生自诚心，神性切愿，福德因缘具足，这一念清净，临命中阿弥陀佛显现。虽然说阿弥陀佛显现，其实是你的自诚心、清净心、善根福田具足，所以也可以说是自力，也可以说是自诚恳切，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现前。所以方便说，阿弥陀佛来接引你。如果果真阿弥陀佛来接你，那又来，那就又变成有趣了，那又就变成生灭，极乐世界又变成生灭法了。那别的世界跟生命法不是跟娑婆世界一样吗？那去做什么呢？所以信愿行记住还得要有对解理上心性上的懂了解，才不会被误导啊，才不会被误导。所以啊，有一个人呢，啊，我听了以后吓一跳，他说哟，极乐世界哦，是科学哦达到最高的境界哦，诸位哦，科学是物质啊，弄清楚哦，万法唯心限量的境界哦，啊，在佛经讲的有一生生呢，佛到修到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他有一生生呢，一生生就像能造的四大啊，所造的四大的色啊，我们这个色身是臭秽不清净的色身。不清净的色身，可是一生生呢，是完全光明的庄严身，神通自在的，它没有质量的，它不是科学的，它不是物质的，不是物质的啊！九地十地菩萨，它有一生生的无量的庄严的一生生啊，迅疾如意啊，动念，意念到身体就到。意念到身体就到，这个要到八地九地菩十地菩萨，他有这种功夫啊。所以在座诸位啊，讲这句话是完全很严重的错误的。我不是说针对哪一个人去批判他，而是说一个真正对圣道体悟到很深的时候讲的那个是有后遗症的。所以是我们来讲的话，世间的法如果这个 scientist 的啊，就是科学的还是有它的好处的。简单讲，如果在世间法的高等教义还是有它的好处的，它不盲目，它理性，回归理性，回归科学，回归智慧，它不会人云亦云，不会牵着被人家牵着走，对不对？这道理你才讲得通啊，要不然你啊，阿弥陀佛怎么样，哎呦，不懂那么多，你就念佛就是了啦。哎呦，这讲不出所以来嘛。所以有他的正确的理论，佛并没有来去生灭增减。今天说往生极乐世界，是你这一颗心妄念越来越少，记得妄念越来越少，什么事情越放得下，你越接近极乐世界，阿弥陀来接引你的机会就越大，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要不然你将来你要劝人家念佛，你怎么去跟人家解释极乐世界啊？所以我听到人家讲说极乐世界啊，写了很多注解书的，看，我告诉你，讲经说话跟写书不一定有功德，知见搞错了的话，你功力不够啊，经教不通，心性不明啊，科学物理化学通通不知道，你随便谈，你就闹笑话，会闹笑话的啊。但是我们出家啊，讲我们懂得的范围就好。啊，讲我们懂得的范围就可以啊。如果哎，这个地方我确实不懂，啊，就闭口不要谈，讲你知道的就行啊。所以啊，极乐世界就在现前当下，这一念自诚心是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的相应当中，八大宗派唯识一心，唯识真如啊。所以在座诸位呼吁，只要是出家人都要有这样的修养，大小圣互相尊重，八大宗派互相尊重，只要在教界你给一个尊重，
你不要一直说他的看法角度跟我不一样，就一直批判，一直去攻击，甚至于啊用这个网络的变成啊这个就不好了。除非你知道说，哎呀，这个人实在是很糟糕，恶之见啊，坏人法身慧命，除非你啊，而且这些高僧大德也认知到说，哎，这个人之见真的很糟糕，为了救无量无边众生，一定啊要提出来，那、啊。呼吁大家，警惕大家，那没话说。要不然的话啊，每一个法师修行要尊重每一个法师，要尊重每一个宗派，尊重每一个道场，因为每一个道场的渊源时空依据经典都不一样，它的传承也不一样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角度跟立场恶性的批评对方，这个在本身就失德，失去德性，出家人这一点都做不到，休想修行。所以有时候我看那个网络啊，上来上去，哦，这个不好啊，不好啊，是我们这个明方法师啊，稍微注意一下啊，因为他那个是网络，诶，你们负责人啊，明方法师啊，他的，诶，这个点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诶，他去上一次有来呗，啊，他上次有来吧，诶，我的记忆真的不错啊，啊，我的记忆真的不错啊。小时候啊，有那个过目不忘的，过目不忘。接下来啊，缘起啊如幻的，万法如虚空化。诸位，我们好好的领悟，这个世间不是实在的，我们的生命很短促的，圣道比较重要，解脱比较重要，千万不要在啊嘴巴讲说，哎呀，我读几年佛经了，我不执着任何事情，可是你的心恶机制却离谱。啊，这样不好，这样不好。所以我们呢，除了有经教，还要有德性啊，深有深刻。修行没有捷径啊，就是点滴的功夫。修行也没有任何的秘密啊，明心见性就是最大的秘密。所以啊，修行啊，要放下，再放下，彻底放下。究竟义不立一知，不立一见，无有少法离一切相。这个修行最快了，现在要浓缩了，因为你们时间啊快到了，现在4:10嘛，啊，等一下还要照相啊，哈，啊，我最后一点，不离一知，知不离一见，啊，无有少法离一切相。我们那个大学同学啊，在看那个电视，刚好我在弘法，他讲的就是，哎，慧立法师啊。我就不知道，从头到尾就不知道知见立知，这到底是什么叫做知见立知啊？我就是听不懂，头上安头是什么意思？我说好，我现在举个例子，我用实际的例子来讲，你比较知道什么叫做知见立知，是无明本，知见无见，是即涅槃。好，这张啊。如果是台币不值钱，那人民币100块啊，这样不够，比较不会震撼。我们这一张100万美金支票啊，支票100万美金，这一张100万美金，对，如果你动念，就是头上安头，你知道吗？钱有没有告诉你贪？有没有？没有。钱有没有叫你执着它？没有。钱有没有说话？这100万人。美金放在有没有讲话？没有、哦、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正在妄心，对不对？你的意思对，没错啊。好，一切的境界并没有善跟恶，善恶起于心。一切境界，山河大地有善跟恶吗？没有。一切善恶动念起于心，这个叫做头上安头。记得钱并没有叫你贪它，哦，我动给你，这个钱不错。贪，哎，这个叫做头上安头，清净心隐没贪心现前，贪心叫做头上安头。好，法师们，你们在生活的当中有一些意见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不知道啊，这个生命只能拥有一半，对不对？有天只有，又有这地。只能拥有一半，有男就有女，这个世间其实你只能拥有一半，可是我们想拥有更多，没有拥有到的，我们就起嗔恨心。在座诸位，起嗔恨心那一念叫做头上安头，
清净心消失了，清净心消失了，那一念叫做头上安头。诸位，别人可以跟我们过意不去，我们千万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悟道的人不会跟自己的内身清净心过意不去，跟自己清净心过意不去的那一念就是头上安头，知见立知，知道吧？多余的动念，多余的动念。所以这个头上安头，就是平常我们呢 用涅槃的妙心呢过日子，清净心过日子，万法因缘生因缘灭的东西，哎，这个叫做头上安头啊。接下来，不可立一知，不可立一见，无有少法，离一切相。为什么无有少法呢？诸法毕竟空寂嘛，离一切相嘛。诸位，贪心是生死的种子。可是我们对真理没有究竟体悟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贪，头上安头，我们会有自己的看法，头上安头，我们还认为佛陀所讲的法是让你也有所趋向，有所执着，那个就是头上安头。到最后楞伽经讲了，我说法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世尊说法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所有的文字通通叫你回归一心，回归真如，无有少法，离一切相。所以着相就是枷锁，失去了自由。因此啊，柏拉图说，所有的现象都是我们众生的牢狱，也就是你被困住假象里面。所以佛教，诸位法师啊，今天你有正见了，你将来可以救很多人哦。就像我去台大医学院上课的那个教授跟我讲。你们将来都是医生，我不能随便放水啊。这医生我随随便便让你放水的话，对不对？那将来一个医生可以害死多少人啊？对不对？医术不够精湛啊。医术不够精湛，我说不简单。不简单。因为台湾大学有在校本部罗斯福路，还有在台大医学院，那么我说这个。你这个教授非常不简单，所以要过这一关没那么简单。简单讲，我们出家人呢、也要这样子的，要过滤一下。佛教不搞附身，你要清清弄清楚，一定要弄清楚，不搞什么王母娘娘、老母娘娘，什么附心啊、附身，什么哪吒三太子啊，什么附身观世音菩萨附身，是什么释迦牟尼佛附身、文殊师利菩萨附身，这一派胡言。那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他说，哎呀，师父，慧觉法师，这个地方很灵嘛。我来一个激动，我就跳起来啊，那我就过去说，找哪来的啊？做什么事啊？他说，观世音菩萨降。哎呦，真的观世音菩萨附身了、现在那信徒都能跪着，不是正信的佛弟子了，都跪下来啊。那就慧觉法师这个观世音菩萨来了。我就说真的观世音菩萨，麻烦你背一下普门品。他说不会啊，观世音菩萨不会背普门品不要讲那么长的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来了，念一下大悲咒给我听听看。也不会，观世音菩萨不会念大悲咒，对不对？ Are you kidding？ 你开什么玩笑是不是？你不要唬我了，这个世间正信的佛弟子出家众，千万不要搞附身，不能搞双修。双修是来自印度印度教，这个一定要远远一定要告诉诸位法师，这个印度教它里面有一个打通任督二脉一个叫做明点，搞南美的双修，它是瑜伽里面的一种，而这个印度教里面的瑜伽的一种就是双修，就是双修传来到西藏。那么这个西藏的藏传的刚开始很单纯的地方传到日本，就是唐密的传到日本，所以日本称为东密，那传到藏密。那么这个藏密吸取的印度教的一切，吸取了印度教的一切，把这样子的事情也纳入他们的修行方法。有的人
讲到这个地方就非常的敏感啊，非常的敏感。那么有的人就告诉我说，哎，那个是不是那个是有经典依据的呢？我说那你记一点给我看看。在这注意这个很简单的道理，如佛教讲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行，不妄语，不饮酒，八关斋戒，不饮沙弥利，不饮沙弥尼，不饮比丘，不饮比丘尼戒，不饮菩萨戒，不饮。那我请问你，那到底是根据什么可以这样子做呢？是到根据什么可以这样做啊？他说这个空行母啊是成就了啊，这个是有经典依据，是释迦牟尼快入涅槃的时候啊啊啊讲出来的一本经典。我说基本来给我看看，我从来没看过啊。他说啊，慧律法师你根气不够，我来对照一下三藏十二部。好，我跟他讲，要是一个大成就者，大成就者小，不要说没成就，大成就者他发的是善良的心，用空行母佛父佛母来度众生，那我请问你，那释迦牟尼佛这样做你会尊敬吗？你会尊敬吗？如果不要说 不成就就不用讲，大成就者他可以用这样难你的事情来度众生吗？当然不行啊！啊，这样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戒律自己打自己嘴巴，对不对？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一心持净戒，对不对？楞严经讲的四种清净明慧，那释迦牟尼佛就自己打自己嘴巴，所以其实没得讨论了。在座诸位，佛现即将毕业了，应当有佛的证件，这最基本的东西啊不能搞砸了。接下来出下来呢啊，佛教也不能看地理啊风水啊啊，不能替人家找婚姻啊，出家人不能搞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啊，或者千奇百怪的事情，平常心就是道。这一点自己啊一定要，师父讲的守身如玉啊，庄严的威仪啊。末法的众生啊，求感应胜过求智慧，求奇迹胜过求佛法。再讲一遍，末法的众生啊，求感应啊胜过求智慧啊，求奇迹啊胜过求正法。所以出家人呢、啊，有这个义务啊，啊，有这个义务啊，要匡正众生的迷茫。如果断了人我执、法我执，就得到四种清净平等，智慧就大开，大开。诸位，所有的法都在平等心、般若心里面显现。断人我执、法我执的时候，四种平等的智慧就会升起来。大悟见性，平等无相的大悲心就会显露出来。一，相与无相究竟平等；二，啊，因一果究竟平等；三，我与我究竟平等；四，所修之法能修之人究竟平等。一个一个来简单解释一下。一，相与非相究竟平等。相就是指五蕴相，我们这个色身色受想行识这个相啊。开悟见性的人，见一切相如梦如幻，空无自性，等同空性。所以虽然见一切相等同无相，叫做相与非相究竟平等，智慧就生。你想要开智慧吗？不可以落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了悟诸法如幻，空性故究竟平等。所以想要开佛的智慧，要用这颗心，相与无相，相与非相究竟平等，就开智慧。简单讲，你要用平等心的对待每一个众生，因为五蕴本空，不要把自己拉得越高啊。接下来因与果是平等的。在座诸位，在缘起法里面，因与果是次第的，因跟果是次第的。在究竟义来讲啊，因是非因，果是非果，因是空性，果还是空性。站在次第来讲，因缘果，因缘果是佛在全教的经教之下，全教的教义之下，因缘果，因缘果，因缘果，这个是全教。可是在究竟义要成佛不行，因非因，果非果，所以因当体即空，就是果。所以应该果海啊，果彻因缘啊。所以真正悟道，因性
跟果性是究竟平等的。注意这句话，平等因跟果平等，站在哪一个角度？站在空相的角度，因下手处就是不生不灭，成就佛道的果一样是不生不灭。站在这个角度，因性就是果，因就是果，果就是因，果不离因，因该果海，果彻因缘。啊，这第二点啊，当一个人因下手处是不生不灭的，诸位，你成就佛道的果立刻就现前，所以要用真心修行，刹那之间，用意识分别心修行百千万劫，修行这是关键。下手处一定要真如，下手处就是离相，下手处就是一心本心本性。所以师父在这里讲一句话，说慧立法师，你修行佛道四十年，有什么哪一句关键的话吗？有，即心就是佛，是整部三藏十二部经典的灵魂。这个就是我体会四十年来，即心就是佛，离心无别佛，这是修习圣道四十年来一个关键的观念。所以啊，诸法升起的因性与升起的果是平等的。第三，我与无我究竟平等。佛陀所说的我，这个我相其实是假相，佛陀所说的空无自性的无我也是不可得。所以我离有无，离有离无，无我也是离有离无。既然万法空无自性，我我相就是无我相，无我相当体就是我相，而我相就是无我相。所以我与无我究竟平等，心无妄念。心若有我有妄念，就会分别我还有无我。心若无妄念，我跟无我究竟平等。诸位，如果你修行说我找一个我相，修行了一阵子说我达到无我，注意这个是生灭的东西，真正无我不可说，真正无我与我是平等的。所以找一个无我一样是有我啊。比如说有为法，我修行有为法啊，我体悟到最后啊，有为法本空，弃入无为法。诸位，找一个无为法就是有为法。所以我以无我平等，真正的无我究竟离我还有离无我，连无我都不能找，那就表示你在修行圣道的时候啊，二六十中都不能动到一个念头，说我很闲，我很了不起，我如何如何的伟大，那这一点就会落入妄念。第四，所修之法以能修之人，这究竟平等。诸位，修习佛道没有所修之法，法就是理，理就是心，心就是佛，知道吧？所修之法以能修之人平等是什么意思？所修之法无非就是无生理，十方三世一切佛共同讲的一个道理，就是一切法无生，就是一切法无生。既然一切法无生，就是理，法就是理，理就是心，心就是佛。所以唯识一心，唯识真如，并没有所修的法，也没有能修的人，完全没有，完全没有。这个就是啊，法理心佛空无自性，毕竟空寂。这一点成佛的时候，就是没有啊，人无众生可度，无佛可成，虽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可度，空性故啊，成就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佛可成故，何以故？空无自性究竟平等故。若找一个我成佛，这个就是凡夫。所以大圣是佛说，而且是究竟说，究竟说。好啊，因为啊我有留时间，所以控制一下啊。我们恭请戒相大和尚作为我们一个结语啊，讲评结语，所以画上完美的句点啊。戒相大和尚恭请啊。阿弥陀佛，今天的非常的法喜，也很荣幸，我们各位同学
一直盼望了好几年了，倒没有真正的到现场听这个我们慧律大和尚做开示。难得和有缘的是，在大陆没有听到，我们今天呢来到台湾，并且呢在这个文殊讲堂听慧律大和尚给我们做这样一场精彩非常有内涵的佛法开示，整堂下来两个多小时，慧律大和尚充满智慧和正知正见的这样的一个开示，让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受益，非常的难得。同学们即将就要毕业了，今天已经是5月29号，我们同学呢是在6月2号回到大陆，6月5号就毕业了。那么他们就要回到大陆的各自的省市啊，全部的100多位同学，有20-30个省市的同学，有靠近俄罗斯的。这么远啊？对，东北。听说-40度哦。对，冬天是比较冷的。当然，最近的是我们福建的。是的。当然也有北京的。北京。也有山东的，也有广东的。是。反正这个来自这个中国大陆的20几个省市。20几个省市可以这么讲，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我们是多生累劫修来的，跟慧律大和尚是结上的缘的，所以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缘分，在慧律大和尚的这样的一个讲堂里啊，亲身经历坐在现场听大和尚这样的一场精彩和正知正见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开示，确确实实是非常的难得，非常的难得。同学们，刚才大和尚都说了，说哪一天到大陆去了，要向你们讨一杯茶喝，因为你们即将要会上到大陆的各个省市，不是说要讨一杯茶喝，而是希望你们能够用正知正见、发大菩提心的这样的一种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这种精神建立，并且能够很好的创造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做好你的道场，再来恭请我们慧律大和尚到你们的道场去做开示，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来的听这一场开示的目的。我相信你们只要用心一定能做到的，对不对？对。那么就请我们慧律大和尚到那个时候到这些同学们的每一个道场去。没办法啦，这样会讲死人的。我只有一个人了，哪有那个能耐呀？一定可以的。 没有办法的啦。看到了就是手都软了。这么多，100多个道场啊，各去一方啊，这跑都跑死人了。那没办法，让我多活几年吧。我们的同事肯定不是要多活几年，要我们这个祈祷祝福大和尚啊，这个健康长寿啊。谢谢。对，广度众生，也能够到我们这个大陆各位同学的道场去跑一跑，是一定不会脚软的，没有问题啊。菩萨加持保佑你。谢谢。啊，对。好，那么今天我这样方便的开始，你们满意吗？好，那我听到更大声一点。啊，阿弥陀佛，你们的掌声影响将来的开始哦。阿弥陀佛，祝大和尚健康长寿啊。好的。各位法师吉祥如意，各位护法居士啊吉祥如意，阿弥陀佛，欢迎。好。所有的出家在家，希望
能够有洪亮的歌声，对三宝的恭敬心拿出来啊。请合掌，大声三千我在中不见过谁记忆安宁，大悲大智大雄仪大摩佛陀耶，Thank you.
法师请坐。好，李晨，请大家站起来，大家来合掌，合掌，向佛三问信，一问信，再问信，三问信，恭送常住法师上楼啊，做晚课啊。